那一瞬间，老公让你觉得就这面40块钱排队3个小时啊，里面有金子啊，什么好吃的没有，非得吃这个，真是服了。你出来不扫我兴，你就不得劲是吧？我实话实说，你们干，浪费，不是我是啊。这种生活，我真的一天都过不下去了。知道。回来了，妈，这是给您的保健品，还有给爸的。他自己的自己拿。我就说了一句人家衣服丑啊，一天没理我，要不是你们回来啊，我今天恐怕连饭也吃不上。你有点夸张了吧。走吧，我陪你去做饭。你先做吧。新工作咋样了？我选的第一家，福利待遇还不错。哼，这么点小恩小惠就把你收买了？你看你现在这副德行，这么大人了，跟没见过世面似的。妈新做的菜，尝尝。你妈做的？嗯。呸，这又把卖盐的打死了，那么咸，不爱吃就滚出去。你就是咸嘛，菜你觉得咸，衣服你嫌丑，果然狗嘴吐不出象牙。哎，你看我穿这件怎么样？哎呀，还不如上一件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穿黑的你说红的好看，我现在换红的了你又说黑的好看。都多大了还装嫩，你穿这么艳出去不怕背后有人笑话你？你这么多年凡是我的事儿，你不是贬低就是扫兴，我真受够了。这一刻老公之前的种种行为我全都明白了。哎，这几轮多好看，快给我拍两张。哎，你拿着。你这给我拍的多丑啊，你就不能给我好好拍吗？你长这样我能拍出画来？哎呀，都是蚊子，快走吧。我跟你这么多年，你说句好话哄哄我能怎么着？那我怎么没哄你呢？你非得天天让我说违心话捧着你啊。爸，这是说不说违心话的问题吗？结婚不是为了拖垮彼此贬低对方，而是为了给人安慰给人鼓励。好的婚姻关系应该是遇事有人商量，好事有人分享，累了能有个怀抱。再热的心，一勺勺的浇凉水也会凉的。行了吧，这些年你的脾气也该改一改了。我和娜娜还有事儿，我们先回去了。那个君嫂的事儿，对不起啊，我以后不会再犯了。还算你有点觉悟。哦，对了，明天入职我得去洗个头，不然一堆头皮屑。哎，你先别去洗。你看啊，这新华网常漫上都说了，像你这种头屑多脱发，可能真的不是洗头的问题，而是你护理错了。是吗？对啊，这报纸上也登了。我看你最近总是挠头发，大概就是头皮环境受真菌破坏了。普通洗发水治标不治本呢，需要对症外用酮康错洗剂。我不是买的新洗剂吗？你去试试。明天入职穿这个是不是不太好啊？要不还是算了，换一下。哎，这哪不好了？这多精神啊！我老公绝对没问题。嗯。啊，老公，我昨天不是超市抽奖吗？我中了一个电饭煲。媳妇儿真棒。